好，我是 SNH48 的袁英琪。耶、对，然后我这次选择的歌就是一首 SNH48 group 的一首非常热血的歌，是我没有尝试过的歌，然后它也许大概可能是 X 队的歌。然后就非常的能符合我的心境和心态吧，我很喜欢。对，